这位同学问的，凡有这个捌去堕胎人，知影毋对了后啊，要安怎做才会如法？这个问题呢，伫现前的社会。无论是伫外国、中国，拢非常诶普遍。也，咱也捌伫江西内底有讲过真侪败落。即、这个罪过。非常的重，佛地经上常常甲咱讲，一个人啊，过去的缘分拢真深，佛讲呢。有四种深厚的因缘，才会变作一家人。这四种，第一种是报恩来，过去生中对伊有恩德，所以这类呢，大概是。咱姨妈所讲的“孝子贤孙”，秉性非常的顺服。若是讲堕胎，该胎死了，有时即个温德。就变作修分，修分真恶化界，确实是冤冤相报啊，无完无了啊。若是讲无接触佛法，即个代志确实是麻烦。这个解释他未开，让咱接触佛法了后，才知影讲这个问题严重。若讲无接触的时阵，咱也毋知影。也这个是伫无接触佛法以前，咱做毋到这个代志。现在有佛知影咯。知影都爱想办法来化解，化解最有效果的方法，是依照佛教导咱的方法来修行，啊，咱将修行真实的功德回向互伊啊。今若是念啊，即、这个回向机是无啥物路用。你讲愿意做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你功德在倒位呢？你提啥物功德去庄严佛净土呢？所以啊，你一定爱修这功德啊，将这功德回向啊，迄才有路用啊。啊，所以咱依照佛的教诲。认真修行，断恶修善，不未开悟，即、这个功德来回向，可以就落用咯。无论是报恩也好，报怨也好，报怨是报仇的啊。你该台是修行更加深，所以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啦。咱甲遮个人爱将这冤解开，
袂当搁再加结咯。那公事呀，讨债呢，咱呐该抬死咯。这也是欠底下，搁加的名字，而且麻烦就搁较大咯。唔，那讲欠钱，还搁欠人命。伊那是害者颠倒好咯，伊是来害者，但是你家也抬死了，你搁欠伊命债咯。所以啊，这个代志啊，一定爱知影。啊，咱修积一切功德，平常做一挂善事，拢会当改回向。而且，将那未当堕胎啊，所拄到的这个严重后果呢，爱甲别人讲。帮助别人，千万唔通犯这个过失啦！这是真大的功德啊！跟这个人啊，这个将对待念头打消，就是救人一条命。佛家讲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这个功德真大。所以爱给较接近人的啊，加将这道理讲给人听，冤冤相报，这个代志就麻烦了，唔通做这款的代志。按照佛法修学，这就如法咯。嗯。第二个问题，伊讲伊看到萝莉啊。欢喜的狗啊、猫啊，或者是恰好送信的人，咱应该都安怎来做？念几声佛号，或者往生咒几遍，回向文具应用的是爱多一种。这款代志啊，常常会去拄着。拄到的时阵，先爱甲伊啊，就三皈依，伊啊，一个净诚心，真诚，这个时阵心内无这个妄念，完全呐为伊祝愿。那讲是净心，就念。归佛不对地界，归法不对恶鬼，归精不对傍生，傍生那就是贴身刀咯。念三遍，念后啊，念好好，简单啊，简单的来个。海都甲伊讲啊，这世间苦啊，下播了后啊，你下去这个身体，我进来替我念佛，游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安尼就好。后面这回向机啊，会当用咱平常的回向机啊，这回向机的基本就会用的咯。啊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多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啊，讲你有时间，你就加念几句。加念几句啊，佛号，佛号念个愈多啊愈好。然后我家己无时间，有紧急的代志啊，
就甲检验几句啊。这是对精神啊，一般精神。啊，讲是看到这个车祸啊，或者是落里欢喜的人呢，啊，咱啊就念佛给伊啊回向，啊，劝伊归三宝，有生净土，安尼就好。这位同修伊所问的呢，如果是地主啊，想要修菩萨戒，应该对倒位学起？是毋是每工啊，应该上念戒条来提醒家己呢？确实是安尼是啊。不过我伫咧想啊，若是如果是讲，想要修菩萨戒呢，上好啊！你啊，每工念十善业道经，啊，你若是会当啊，将十善业道啊，真正做到，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菩萨。啊，比修菩萨戒的功德殊胜太多了。我为什么要安尼讲呢？因为修菩萨戒啊，你无一定做会到。那你若是做袂到，你无功德啊。这是啊，挂名的菩萨，有名无实啊，不如一个啊，老老实实啊，老老实实修行修行业的人，连菩萨都拢会赞叹你。天龙鬼神的恭敬你，保护你，咱若是安怎毋老老实实，安尼生来修法，何必去创一个虚名呢？菩萨戒修学法呢？我伫初学佛的时阵，张家大师就甲我讲。伊啊，教我学，做到一条，你是真正修了，毋免啊讲形式，也毋免讲伫阶段去啊修这仪式，迄个啊拢毋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啊是你真正做到。所以，这个菩萨戒本无修菩萨戒的人，拢会使去看。只有出家人啊，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三弥戒、三弥尼戒，这个戒本的出家人才会使看。这是佛啊，唔允准的呀、啊。佛为什么唔准这个在家人看这个戒本呢？出家人修的这个戒也无一定做会到啊！啊，破戒犯戒代志啊，太多太多了。你无了解啊，你对这个出家人也阁真尊敬，要有一个恭敬心。恭敬心是你修福啊，你是咧即先修福。若讲你看到这个戒本，不知不觉之间啊，你就看唔起这出家人了。你也批评这出家人，你就造业咯。我是为着这个原因啊，唔准你看，唔是什么心病啦，佛家是无秘密的，某一项唔是公开。佛是避免咱去做罪业，道理伫即块啊。但是菩萨戒就无共款咯，
菩萨界完全是你的众生，咱会使去看，会上学。学一条啊，就是定有啊，修一条；学两条啊，就定有是修两条。啊，咱是来先对家己会做会教的大乘来学啊，安尼较好啊。这是啊，真正伫咧修。宗家大师早年甲我讲的，佛家用实际不咧重形式，这是我早年听伊讲的。前年咧，我伫新加坡，我嘛是伫一个宴会。拄到立丹总统，迄个时阵伊也未做总统，也阮是同一道食饭，伊甲我讲起啊，那像伊是印度教，伊讲伊伫宗教内面对佛教非常尊重，伊了解啊。伊讲佛教重实质，无重形式。我听伊讲这个话啊，非常的着惊。这是内行人啊，才会讲得出来啊。外行人是讲不出来。重实质，无重形式。诸佛菩萨、天龙鬼神啊，拢重实质，无重形式。啊，今下日咱人间啊，拄拄啊是啊，颠倒病咯。人家现在重形式啊，无咧重实质。所以佛教会衰啊，就衰伫这所在啊，是咱无老老实实认真去做，这是错误啊。第二个修菩萨戒了后，搁犯戒，是毋是会罪上加罪？这无错啊！修戒犯戒是两边的罪啊！无修戒啊，你做恶事是一定罪；修戒了后，你搁加上破戒罪，两边罪啊！啊，忏悔有忏悔的这个方法，实在讲忏悔方法，了凡四分内面就讲得真正详细，真明白咯。啊，照伊迄个方法忏悔就好咯。忏悔啊，一定要对内心内面来去忏啊。这出世间讲忏悔最重要，就是啊，后不再做啊，这叫做真忏悔。忏悔了，搁还呢，这袂用的啊，这个罪就搁较重。明知故犯啊，过失就真重。下面，还有三个问题。伊讲，如果地主发现出家长亲像是行星，出家人是你的老朋友，伊讲伊失去孤僻，是毋是会当甲提醒？会用哩？啊，恁交情才好。出家人甲在家人也拢是同学啊，同参道友啊，有义务啊，帮助伊啊改过啊，帮助伊回头
但是咱伫咧劝别人咧，一定都爱啊关机，伊是毋是会当接受？啊，咱伫咧劝人爱观察机缘，虾米时阵劝伊较好咧？有时节因缘呐。对，什么场所？什么时阵？总该适当，只爱加想看卖。劝伊的时阵，最好无第三者伫边啊。为什么呢？那是有第三者伫边啊，你那是个劝啊，讲伊个故事，伊会真歹势。那讲袂感激，连都会结冤仇啊。这个所在就是佛家讲的，爱有高度智慧，爱有善巧方便。伫过去，甲咱纠正错误。究竟个性是咱的父母，是咱的老师。父母跟老师是有义务的，同学跟同学之间爱知影讲规劝的道理。下面讲也是无甲提醒，是毋是？犯着菩萨戒呢？确实，这是犯菩萨戒啊。不过你如果知影讲，提醒伊啊，伊袂当接受，而且会结冤仇，这个时阵，在这种情形下面呢，会使免提醒，无故事。如果知影讲提醒伊会接受，伊会回头，咱也无甲提醒，咱就过失咯。所以要了解伊啊，要认识伊。第三，伊讲如果弟子未当忍耐，回避相处，是毋是相切？啊，第一未当接受，归坑。啊，咱啊来回避这个做法是会用的。这位同修问的根基因的无量寿经有几多的错理，是不是会当改？发现经本顶面印着错字，应当甲提出来，注明啊是多一部经。现在的经印真多，一定要注明是多一本啊。版权页最好一页，有多一年印呢？第几版？伫什么所在印呢？咱就知影讲，你咧讲的是多一本，伫第几页、第几行、第几字是错字啊？您从这个批啊写来这边来，啊，阮这边以后搁再印呢，就会改啊改过来啊，这是啊无量的功德，唔那讲。是咱家己安尼做，而且呢，也都爱啊，劝啊，
把你动手，假使是发现根本有错字，一定都要下批来这流通的这个所在，安尼就会用你。下面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伫现代的社会啊，是真正普遍真多。这就是啊，一般的动手啊，哎呦，要发心嘛，讲经说法啊。现在这个社会是民主自由开放，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，所以下地下建充满了社会各个阶层，造成社会动乱不安，但是在讲，这也无可奈何啊。这个甲古早时阵的社会是无共款。古早时阵，现在人讲的啊，无言论自由啊，无出版自由啊，哎对，啊是无啊。袂当随便乱讲话啊！袂当随便乱出资，一定啊，都爱符合国家的法律，唔是讲随随便便就会使讲经说法啊！古早时阵。就讲是国家法律啊，无约束啊，家己也无这个胆。为什么呢？讲讲唔对，禅宗的公案啊，错下一字专误啊，对五百岁也好心，谁人敢上台去讲经说法呢？讲错一句话啊，这因果就麻烦咯。什么款人啊，会出来讲经说法呢？一定啊，有修行啊，伊也是真正受过教育啊，有学艺啊。而且是啊，得到老师的肯定，伊也得老师是做司机咯，学家也阁袂歹。老师讲你会使出去啊，风化旅行咯，这才会用的啊，一定有毕业咯。较早毋是讲毕业叫做出师，会当啊离开老师咯。拢是有事情的，绝对不是讲闭门坐车，家己无老师啊，家己看书。现在讲啊，听这个录像带，伊就会伫外面啊讲经说法咯。过去啊，咱这边是啊，是啊，有一位老法师常讲啊，六派啊。听录音带录派，听了后一四月乱讲，这是圆白法师讲的啊。实在讲呢，对录音带、录像带学呢，那讲是规规矩矩来学，是会当啊学出来啊。然后讲经自古以来有一个不变的原则，就是完全专属老师的，
无加丝毫家己的意思伫内底，迄叫私刑啊！那是讲公办人诶，家己加着真侪意思伫内底，这个是袂用的。这个是绝对啊，唔稳准的啊！到什么时阵才会使加家己的意见呢？到家己真正开悟咯。较早开悟的标准是明心见性，家己无明心见性，完全按照啊老师的讲法。不加意见啊，古早人啊修法啦、啊、古早人咧做代志啊谨慎啦，所以这个道一直就传落来咯，传千百年拢未乱变啦、啊、道理伫即地。现在人无老师啦，就是讲甲一个老师学，甲机上台去讲，可能一半是老师的，一半是家己的，甚至讲啊，老师的只占百分之十，家己占百分九十。那这种的态度呢？啊，这个是伫古人来讲啊，是背书半刀啊。你讲错了，你还怕因果责任吗？啊，咱啊，专属老师的讲错了，这是老师唔对，唔是我唔对。啊，所以初下。袂当啊，袂当讲无守规矩。如果伊讲的遮个物件，过去啊，一变公园就无咯，影响面啊无大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你啊做的罪业轻啊。无当，因为受害人无多啊。现在那音乐上大，录音大，传播的面真快。那是讲唔对，受害人多。那现在受害，你这物件哪讲流传到后世，还佫害将来的人？这恐惊呀，唔知五百岁也好心啦、啊。所以想看嘛对无？五百岁也好心，受害人有几个呢？无多啊！现在啊，咱啊每讲一句话，录音录落来咯，录像录落来咯，这太可怕咯。所以，逐字逐句拢都爱较小心，绝对啊，唔通讲错一句话啊！也以流通，无论是伫国内流通，伫国际上流通，也拢都爱负因果责任啊。这是北京当首问的五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伊讲阮兜佛世阿弥陀佛甲观世音菩萨两尊像，迦门法师这两尊像的位置要按怎来个摆放？我相信你啊，一定有看真多咯，或者是啊，寺院、道场，甚至讲伫其他所在看过西方三圣。咱啊，这边佛寺就是西方三圣啊。你就用这个方法来服侍，就会用你咯。阿弥陀像一定服侍在当中。
观世音菩萨像，放在伫阿弥陀佛的左手的这边。那是讲无大势至菩萨正边空空不要紧，一定是阿弥陀佛的中央啊，袂当讲两边变拜，一定阿弥陀佛的中央啊，观世音菩萨伫伊的左手这个边啊。正手边空的不要紧，那是大势至菩萨的位置。啊，你来拜谢就对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伊讲啊，阮后生是一间公司的领导啊，经常啊出去应酬啊，都爱饮酒、食海鲜，请问法师，我应该都按怎来甲伊弥补罪业？那公司真正知影佛法咯，应修的当中啊，会当度化真侪众生，努力做慧能大师，食肉边菜啊。应修的当中，总是免不了饮酒，啊，咱酒来对滚水。有色的酒就对茶，安尼将酒啊，较冲淡，这款应酬好啊，做出一个模样给大家看，人一定会甲你问啊，啊，你就趁这个机会啊，赶紧说话教化众生咯。啊，特别甲伊说明，肉身啊，大即个病菌非常多啊，毋免讲啊，造业受报，这是现在人听袂入去的。现在人最重视啊，就是家己性命。啊，咱对健康来甲伊讲。对健康来讲呢，素食健康长寿啊，世间一般人拢会惊老，拢会惊病，拢会惊死啊。素食呢？无容易老，无容易破病。知影这两项好处，咱为什么唔选择素食呢？现在这个素食，外国人讲是健康食品啦、啊，避免下大鱼大肉，迄无健康啊。同时咱家己本身来做一好模样，咱若食素的人，人我食个三比八，规面拢是啊变样，甲因咧斗阵，你看伊无咧食肉，变个即个款呐、啊，迄就会互人批评咯。所以咱家己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要好啊！我人一个看到的时阵，阴险呐！我昨昏跟我共一道，部长斗阵的一道人啊！啊！因看到我，问我讲今年几岁咯？我甲因讲我今年75岁咯。伊讲你唔免挂目镜。我讲无需要，看报纸也会用呢。如果阮认识你太晚了，我若是30年前是甲你熟识，我现在也毋免挂目镜咯。
我迄种家己即形象啊，都、就是啊，食民众身上介好诶，即个工具咯。啊，咱甲因呐往来，互因啊生欢喜心，互伊啊新鲜呐，啊，咱食长寿。我食了50年的寿司啦，会当啊证明就是健康长寿啊。中国古人常讲呀，以对靠入，何对靠出啦、啊。特别是现代社会，咱的饮食拢有严重的污染，拢带着一寡奇奇怪怪的病菌，所以饮食袂当讲无注意啊，愈是简单的愈好。愈是普遍的愈好，唔免去选择，价值真贵啊，价值真贵啊，迄内底拢有问题啊。生理人道理啊，伊要伫顶面来做下手啊，普通的、真俗的这个青菜啊，伊也袂啊，这是。这是健康啊之道，利用机会幻化众生。第三问题，伊讲无食长寿的啊，有两种人，一种呢是按照六斋日或者是十斋日食素。假所以迄天真认真，佮一天啊就大吃大啉咯。另外一种人为着减少厝内的人的麻烦，基本上啊，伊拢是素食啦。有当时啊，为着随缘，或者佮亲戚朋友啊去食一点啊，即个荤菜，像法师啊、开示啊。都一种是如法，两种拢好啊。养生之道，饮食啦，固然是真正重要，佫是比饮食佫较重要，是清净心。经常上讲个啊，心净即心清净啊。心心清净，境界就清净咯。啊，所谓是这个心净就佛陀经啊，这是第一个因素啊。饮食内底也选择清净，那是非常好的助缘。人啊。会当吃六斋、十斋啊，拢好。有当时啊，甲亲戚朋友在聚会，随缘啦。啊，随缘内面爱关机，最好的随缘内面拢会当啊，宽化大众啊，你就功德无量咯。下面这个问题，伊讲有一寡佛友将佛像佛塞伫柜仔内底，平时门关起来，像法师开始是毋是如法啦？这会用安尼做啊？完全看你家己厝内面的环境。那讲恁兜的房间多，这个应当都。用一间房间来做佛堂，这是啊最理想的。
啊，厝内房间无多，通常咱的佛像佛侍伫即个客厅，是毋是讲一个佛侍伫房间内底？那么佛侍房间内底用即个方法上盖好，用即个柜啊，就那亲像佛龛共款。无拜佛的时阵，门甲关起来。啊，做早暗课拜佛的时阵，门拍开，这真正如法啦。这个中国有一句古早话啊，形容父母在世的时阵，子女真享福，所以就讲是啊，父母恩。伊讲，阮学佛的人，只毋忘老法师啊，健康啊，长寿，互阮享一点啊，净空法师的福啊！哈哈哈！哎，福报啊，是家己修的啊，家己修，家己享，这是真实的。享别人的福啊，拢无办法保持真久。用家己的福，才会保持真久啊！下面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捌听人伫咧讲啊，用这个往生皮啊。看到亡者遗体，但是有一挂人却是咧讲，这款皮啊有经咒，未使看伫亡者的身躯，因为亡者身躯无清气，到底是应该要安怎呢？会当啊，用无，才来法师开始啊。啊，这个佛家不是叫做往生批，叫做陀罗尼批。陀罗尼是印度话，翻作中国意思是咒。这个批有真多咒语伫内底，所以啊，它叫做是陀罗尼批啊。一般呢，亡者死亡了后啊，你大念的时阵，陀罗尼皮啊，就甲嵌伫上界顶面，显教的内底啊是无呀，这多半拢是密宗的啊。但是现在无有密的人呢，我看到有未少人啊，拢是啊用这个陀罗尼皮啊，皮顶面有经啊，有咒，密宗内底啊，这是啊，伊有伊的仪规。也以照业依规来做啊，那是如法。在天教内面也会使安尼先来做，不是袂当做。可是这个批呢，伊讲到底有啥物路用呢？有袂少同修来问我，是毋是看陀罗尼批就会当往生呢？呀，我伫咧想啊，那讲看陀罗尼皮就会当啊往生，这个莫哩好好比费这么做代志，讲经说法，我大家加做一挂陀罗尼皮，安就好了。每一人看一领，伊拢总往生咯。伊理想是讲未通啊，啊，理想讲未通。往生拄则讲过，一定在心净即佛土净啊！即、这个皮即个甲心敢会清净呢？平常你每暗都甲看卖啊，
你看讲这个心会清净未清净？有佛啦，佛叫咱开智慧啊！佛叫咱啊，唔通迷信啦，但总是爱想看卖，有情有情有理有法，到底有相应无？啊，这款代志你自然就会当解决咯。所有真多念佛的人，无用多罗尼佩呀，这个念佛啦，用这个是比较少。第一问题讲，我虽然知影讲缘生缘灭，大概这个道理。但是如要甲父母啊分离的时阵，老是咱有控制家己也袂伤心，真舒服。自比开始，这个问题啊已经困了我真久了。这个问题啊，印光大师伫这文草内面讲真多，讲甲真透彻。大生，哎呀，了解，咱个父母的温情啊，是特别的高啊。学会了后，这才明了，分回道理。超越轮回的道理，往生净土真正得到永生的道理，应当啊将佛法放到父母，和父母会来教佛法来修学。咱将来同生极乐国，父母生气，咱也傲气，会到一个目的啊，目的地，这是好代志啊！啊，你的心情自然就会改变咯，袂忧虑。而且也过会当甲父母约好，将来家己往生的时阵，你的父母甲阿弥陀佛到底来迎接你啊！真是可能啊，不是梦想啊，确实也是可能。啊，生到啊极乐世界，你会当参道友。生气的啊，拢会对阿弥陀佛到顶来给你接应。所以啊，你啊唔免伤心，伤心恁爸母过身的，这个爸母也会伤心，伊也无希望看到你伤心，伊希望你用功，希望你啊伫道业上成就。希望你将来一定得生净土。